那观众朋友，那我们今天呢，带各位哈来寻找这个野生的千年茶哈啊，因为上次我们经过我们的报道以后，很多观众朋友哈一直在注意这个问题哈，说到底是真的还假的？但怎么可能还有千年茶呢？而且是在我们台湾哈找到这么特殊的茶哈啊，很多的朋友、观众朋友都在啊询问我们哈。那当然啦。哦，当我们一定要来帮那个我们的观众朋友来找找看，到底是不是像我们所讲的这么真哈啊真实哈？所以今天我们特地哈来到这个六龟哈啊这个原生茶种的这个老板这边哈啊来请教他问题哈，顺便帮观众朋友来套套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千年野生茶哈。那在我旁边这位哈就是我们这个啊龟神茶的这个老板哈。啊，长得很帅哈、哦、啊，所以我们请他跟观众朋友先问好一下啊，自我介绍一下。啊，大家好，我是刘先生刘立啊，大家好哈、啊。啊，你们这边叫做什么地方？六龟，高雄市六龟区。啊，对 对, 對。那我们这一次哈、哦，我们有报道说我们这边有什么千年老茶哈、哦、啊，那个树也长得很大哈、哦，这个在世界上虽然是非常少哈、哦。那这个图片呢、啊，这个都是属实嘛？事实。啊，事实啊，我亲眼去观的，亲眼去看过、哦，去找过找出来的，亲眼去找到的，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哈、哦，我们这边有一个刘先生帮我们做认证哈、哦，啊，大家可以更安心的哈、哦，我们绝对不会骗人家。所以当我们的报道出去，我们要做追踪，因为观众朋友的反应实在是太热烈了哈、哦。但很多观众朋友还是怀疑，就是说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还是一种广告商业名词哈、哦？那么经过刘先生告诉我们哈、哦，他这个确确实实是。是生长在深山上啊，深山对，可以上去看呢、啊，可以上去看、啊，可以、哦，这个还可以有据可考了哈、哦。如果不相信的话，我们还可以留现在可以带我们到山上去看哦。但是原则上是一次要买10000公斤以上哦，我们才有这个机会了，要不然买个一斤就跑去像这样，他应该来不及了哈、哦。啊，对对 对, 对，两个哈、哦，比如说下次有机会哈、哦，啊，记者哈、哦，虽然哎听说那个要很远很远的地方啊，嗯，要走很远哦，要走很远，对。开车差不多要2-3点钟，用走路的话差不多要6点钟。开车的话2-3个钟头，但是如果你用走的话，身体好的话，半天差不多6-7个钟头可以到。但是如果身体不好的话，在路上走的话，可能要走一天。因为还要休息啊，干什么啊？搞不好中间还有危险性哈，因为山上嘛哈，啊，你经不起那个长途的跋涉哈，所以啊，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请我们刘先生哈，啊，再多拍一些相片给我们哈，让观众来看看他哈，那个树哈，真的是非常难得哈。那听说这个树是在日本时代才被发现的是吧？还是以前就有这个很久以前哦。我们的长辈都有去摘过，有摘过，然后到我们后代我们有去找，结果被我们找，现在找到了，找到了哈，这个是野生的了，到底是不是？不是说日本时代了，之前就有野生的东西哦，之前就有了啦，哈，对对对对，说我们没有以前不知道，哈，以前，对对对对。以前哦，没有说什么报道了，对啦，现在才有嘛。现在这个科技啊，这个资讯的发达的时代，对，才有机会去认识他嘛。对对对。但是观众没有哈，我们现在不是只有认识他哦，我们还可以亲自哈来品尝他哦，因为经过哈刘先生他们去实地去考察，然后去验证，那然后回来经过我们的这个手艺去把它做成一个非常好的茶。对对对对对，非常好，真的哈，对对对。听说喝到这个茶都要有福气的人。对呀、啊。有福报了才喝得到啊！对对对，这个实在数量太少了，因为我们这个听说这个一片没有很大嘛，没有啦，它有生长了差不多有1000公顷，但是它长得密密麻麻，长得密密麻麻，对对对对。所以我想一个问题就很麻烦，就是说很多树那个我们去山上摘完以后怎么带下来呢？这个也是很困难，这个技术性很高哎。哦，那个是要靠人工啊。要人工，不可能，不可能，到那边早就被砍掉了。啊，对对对对对。所以目前还是很少人去的地方啊。很少很少，那里面还有
一些动物啦、熊啦、山鹿啊，那个很危险的。所以还没有拔到茶叶就被熊咬到了哈。啊，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真的是野生的哈。野生的。所以野生，我们现在在喝茶就很怕喝到什么啊农药啦、残留啦一大堆。这个野生不可能有农药了。哦，那边不可能啦。哦、不可能有。不可能有农药。所以这个是最安全的。旁边也是没有什么果园呢，要什么去找农药？不可能的事情呢、哦！啊，对对对，原始的茶农、啊、对茶叶就对了。对对对。啊，听说这个树也长得有一点高度啊，是吧？嗯，差不多两三层楼。有这么高的茶树？对对对对。我们在我们的印象中，茶树都是差不多到我们的腰啊、膝盖这个部分啊、哦。那这个野生的不是这样的，不是长哈，像树木一样那么高、哦、啊。我们需要拔它论芽就有点难度了。哦，那个要。年轻比较年轻的爬上去一摘，因为也要年轻的才爬得到那边呢、啊啊。我们年纪大的也跑不到，年纪大的走不到，啊，走不到，还没到已经死掉了，就不用喝茶了，不用了啦，拜的就对了，啊，是不是这样？哎、啊，是是是是、哦。那你们现在回来的话，就是在那边有没有初步加工，还是回来再加工？都是回来再加工了，哎，因为那里不方便呐、啊，没有电，没有水电，怎么都没有。啊茶样牌还是很重，很重啊、哦！所以这个产量非常的稀少、哦、我们要很珍惜的，不要乱喝了、哦、不要了，哎哎，就有福分的话，喝一点，好朋友来喝一点。啊、对对对、啊，平常就当珍藏把它藏起来，因为这个可以放、啊、对对放很久。都生产比较多了，都生产嘛，这、啊、可以放几年，可以不坏掉。越放越好，哦、越放好越好、啊、茶叶是越放越好，越放越好，哦、可以做老茶用。哦、这个可以当茶用、啊，所以越放越久。你可以放到50年、100年，越价值越高啊。越价值越高。哎、啊，对对对。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太容易买得到了哈。那今天我们就特地来哈啊，来寻找这个好茶哈，寻找这个古茶哈，这个终于被我们找到了哦，非常高兴哈、啊。那我们这个茶，它的现在是属于什么品种？这种没有分啊。属于哈原生种，但是它比较劣势哈。阿萨姆红茶，有点像阿萨姆红茶，有点像，它的叶子比较大，比较长，哦，所以比较厚，比较厚，所以属于红茶类的，比较类似的，比较类似，这个有自己独特的叫做野生，野生的一个，哈，它的比较特，所以外面要仿冒有点困难哦，嗯，不可能啦，那仿冒不起来，没办法做仿冒，没办法，就你做茶叶做很久了吗？我祖先就是在做了、哦、啊，对啊、哦，我们到我们一个已经第五代了呢。真的，我是今天找到好地方哦、啊，而且是真的，这个老茶风大老师傅，我这个应该是得心应手了吧？哈、啊，对对对，这个要仿冒也仿冒不出来，就是、仿冒不出来了，仿冒不出来，不出来哈、啊。啊，像这个茶的话，我们现在有没有说限制说一年有几个第四期、四期可以去采？我们的这个贩卖的时机有没有分？一年只采一次而已。一年只能采一次哦。那、啊、春茶是有春茶、秋茶、冬茶。不，那不可能。哦，山上原山上原始哦，就是一年采一次而已，其他就不长了、啊。啊，所以因为那边没办法施肥，没办法弄。嗯、那不可能施肥。哦，所以只能等它自己长出来。啊，对对对对对。这个、是最天然的。哦，所以要喝到很天然，现在已经很难了呢。很难呐、啊，很难。对对对对对对。人工的，人工施肥啦，人工要给它一些肥料什么的，或者一些变种的。哈、啊，对对对对。原生种的。原生种的独特。很独特、啊。很独特。哦。啊。那目前我们就是你春茶就对了。对，春茶为主。采完以后就差不多夏季就可以来开始采购，哇，可以卖。哈、啊，对对对。哦就卖了，卖完就没有了，卖完就没有限量了，限量版了。明年就对了哈。对对 对, 對。所以我们很多观众在问我们哦，啊，在哪里可以买哦？哎，真的是买不到哈、哦。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跟我们报社稍微接洽一下，我可以介绍你哦，怎么去买得到它哈、哦。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哈、哦。但是最重要就是说，这种原生茶哈、哦，真的是得来不易哈、哦。那我们怎么去珍惜它，好好去品尝它哈、哦？啊。要节约用它了哈、啊，对对对对，不要乱弄啊，不要乱用、啊，因为这个其实我们价格也不是很便宜。刚刚光听这个刘先生在讲、啊对对对，我们光要去的这个成本啊，跟它的技术性就非常难了。啊、哦，这个真的一年产量也是非常少哈、哦哎。我们都说物以稀为贵哈、哦，
那当然这个产量很少，那价格也是不便宜哈、啊。但是一定有它的价值啊。对，一定有的。一辈子如果喝到一次也值得啊。啊，这个福报这很好了。所以一定要福报的人该做得到哈。啊，对对。那我们这边是在六龟哈，那六龟的话，我们原则上就是在春茶差不多到几月份采收完？四月份到六月份。啊、差不多在六月份，两个月的采收期、啊、对对对，采收期完了就是做制作过程也差不多要一两个礼拜吧，要一两个礼拜、啊、所以在五六月份就有可以上市、啊、对对对，所以观众朋友啊，今年可能已经很难再买到了，应该如果你一定要的话，平常的还有啦，想办法帮你弄到了、啊、但是明年一定要趁早，明年你如果 有兴趣、啊、可以趁早、啊、不过我们今年的话是不是我们请老板啊、开放我们可以少量来购买一点点、哦、大家先去尝尝看到底是不是千年老茶，大家分享可以、啊、可以，然后、啊、你有存一点点，一点点，不要全部卖光了，我们只能啊，没有啊，留一点点是需要，自己要留一点的、哦啊、对对对对、哦、那观众朋友、哦、啊、希望你们看到这个报道以后、哦、啊，如果有兴趣的话啊，可以跟我们报社、哦、联系、哦、因为他也不方便公布那个电话，因为电话可能很多人就直接买、啊、是是是，要买不到就要怪我们、哦啊、那我们这个有特殊的交情跟管道、哦、对对对啊，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跟报社联络啊，我们会帮你处理哈、哦、啊，今年处理不到的话明年优先处理啊、哦、对不对，对对对对、哦、可以可以啊，你要不要呼吁大家来六龟玩一玩呢、啊、六龟好不好玩？很好玩啊，很好玩、哦、你有空要爬山，我会带你们去看那个野生茶。哇，啊、那我可以放弃啊！要去先去申请呢、啊？哦，目前那个没有开放嘛？没有，要申请。那个目前还是一个管制区啊，因为那种山，對對對，我们森林管制很严格哈，尤其现在，土石流很多地方都不能去乱开发的。对，所以呢，要进去的话，一定有特殊的一个管道，而且要申请。对，那有专业的人带你去，要不然山，台湾的山非常大，你一进去就迷路了，就找不出，找没有路出来，就准备葬在山里面了啊、哦。这个是非常辛苦的，而且很难找到啊、哦。那我们有机会哈、哦，带各位观众们来认识我们刘先生了、哦。希望下次哈、哦，那我们能够给观众朋友提供这么好的茶，那我们的茶叫做。龟神茶哈，这龟神茶，龟神茶哈，这龟神茶这个要记住哈，这个有政治标记的哈，哦，我们这边就是我们由刘先生哈啊这边六龟哈直接山上采收下来制作的，叫做龟神茶。我们听到这个茶就是六龟的神茶，这个非常难得哈啊，希望啊观众朋友看到这个报道哈啊，可以啊来比比看哈。原生茶跟一般你们在吃的茶有什么不同哈？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很快各位能够好好的吃到、喝到我们的这个龟神茶哈啊，大家都有福报嘛哈。对。啊，喝完以后，好帮我们宣导一下哈，台湾真的是宝岛，非常好哈，有这么好的地方，有这么好的山啊，有这么好的地哈啊，出产这么好的茶，那各位一定要品尝一下。好，那我们今天谢谢你啊，谢谢，好，谢谢。谢谢。